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一路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嘅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嘅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嘅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嚟嘅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喺生查理斯王子嘅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先能够顺利咁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啦。同类疗法喺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嘅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同埋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疗剂系叫做结节原参，英文叫做 Scrofularia nodosa， Scrofularia nodosa， Scrofularia， Scrofularia nodosa 系 nodosa， 咁英文亦都叫做 knotted figwort。OK， 咁即系你顾名思义啦，你睇下呢一个嘅疗剂咧，系应该系好多结节型嘅，即系好多啲，即系应该望起嚟咧，好似有啲好多结节嘅，一节一节咁样样嘅。咁通常咧，成长地咧就系喺欧洲同埋亚洲嘅原产地吓。咁通常咧系整个嘅植物咧。都佢係愛嚟咧，係抽取汁液咧，係做一個療劑。咁早年咧係被查喺一啲癌症嗰啲腫瘤啊，嗰啲腺體嗰啲癌症咧啊，就直接查落去作為治療嘅。好啦，咁呢個嘅療劑咧係最常應用到嘅地方咧，係喺癌症嗰方面。尤其是有腺体的肿胀 ，OK， 腺体的肿胀，或者累积，即系累积，即系好似因为同嗰、那個、可能同嗰、那个嗰、那个肺痨有关嘅。咁尤其是咧喺乳房组织附近嘅乳癌出现嗰个腺体嘅肿胀，呢、這个系尤其系啱用嘅。咁我記得係曾經咧，我處理過有一隻狗，咁佢亦都係喺嗰個乳腺啦，你知道就嗰個胸前嘅狗嘅嗰個乳腺咧係有好多好多嘅即係一行一排嘅，咁跟住個乳腺咧亦出現有呢啲咁樣嘅瘤，嗰啲叫做
雷粒一粒粒嗰啲咁嘅 nodule 咁样。咁我就用咗呢一个疗剂啦，结节嗰个缓身啦 ，scrofularia nodosa 咧，系好惊奇地咧，系好快，好似大概一个礼拜到咧，嗰、那个结节咧就基本上就系消失晒嘅。咁所以呢个疗剂咧系同呢啲结节嘅问题有关啦，尤其是咧系同个乳房嘅肿瘤相关嘅结节咧，呢、这个疗剂系非常之好用嘅。咁仲一种嘅情况会出现呢啲嘅结节咧，嘅嗰、那个、那个就系嗰个淋巴癌啦，淋巴肿瘤啦。咁亦都有一种嘅病咧，叫做 Hodgkin's disease， 即系霍奇金病。咁呢个其实一种系腺体嘅肿瘤嘅癌症嚟嘅。咁呢系呢scrofularia 咧个结节嗰、那个缓身咧系亦都系好啱用嘅。好啦。咁除咗呢、這个地方呢，我哋我个经验用得比较多嘅，咁仲有啲呢系处理嗰啲譬如痔疮，系嗰啲即系痛得好犀利嘅痔疮，尤其是痔疮呢后尾呢出现一种结节嘅，即系一种硬粒嗰啲咁嘅情况呢，咁好耐都唔好呢，呢、這个疗剂亦都系好啱用于喺呢一处理呢一种嘅情况嘅。好啦。咁仲有嘅应用嘅地方呢，就係啲湿疹，尤其是喺耳仔嘅湿疹啦，或者喺嗰、那个肚脐附近出现呢啲湿疹呢，咁呢个疗剂呢都亦都係好好用嘅。除咗喺个结节方面啦，呢、這个疗剂呢都亦都可以应用喺一啲嘅关节嗰啲痛，尤其是嗰啲抽肌个 flexor muscle 吓，嗰个收缩肌嘅种痛，或者关节痛咧，好似野国吓 rooftop 嗰种咁样嘅痛嘅，咁尤其是咧系好即系好长久好顽固好耐同埋咧呢种痛咧系休息唔喐嘅时候咧就痛得更加犀利嘅，同埋喺个空旷嘅环境都比较痛嘅。咁但系一个暖嘅房间咧就会好啲，咁呢啲痛咧亦都可以咧，可以话喺膝头哥咧就系、是、放射落嗰个触果嘅关节，而整个嘅身体咧个肌肉咧觉得好紧嘅。咁呢种嘅症状咧系好似我哋个野国rootstock 呢种咁嘅症状嘅。好啦，喺个精神状态嗰方面咧，个病者咧就会通常咧系觉得个人好软弱啦，好懒惰啦，成日想即系卧低啊休息啊，同埋个情绪咧比较有啲沮丧嘅，或者对过去嗰啲经历嗰啲咁样嘅困扰啦，同埋咧对将来咧都系有少少即系恐惧嘅。OK， 咁但呢啲咁嘅症状咧，即系好可能持续几日啦，咁跟住会走噶啦。咁通常咧。佢哋都系比較上咧，係即係懶懶惰惰咁樣嘅。咁有時候你亦都會睇到呢啲嘅症狀嘅。咁但喺我嘅臨床經驗裏面咧，呢、這個療劑咧係最好用咧，係都係用喺一啲咁樣嘅嘅結節，尤其是同嗰個乳癌有結節，或者咧喺乳癌裏面咧係出現咧係嗰個淋巴嗰個腋下嗰啲淋巴結咧，就出現結節呢啲咁嘅問題咧。咁呢只療劑咧。是 scrofularia nodosa 结节嗰个缓心咧，系一个非常之好用嘅疗剂嚟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